Jo.7分钟，6、7分钟啊。准时。嗯，那女人说2分钟，那可能她是不二理十解。分钟。可以接受，接受，我靠。我是觉得很酷了。嗯。那我今天电力已经快要用完了哦，我电力，差不多要10点睡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昨天只睡了2个小时啊，我都没说你跑，昨天抛弃我了，气到啊，太生气了，气到发就疯。只是去冲个头怎么了？太生气了，气一个咪咪毛毛，看你后面还可以跟他们玩得很开心，我觉得单纯对那个人生气，看来也没有很气。OK，小恩，三辛苦了。下，我要2根针，谢谢。好，还没开始就先点名，嗯，先点餐，2根针，谢谢。好的。然后你知道他昨天就是跟我，就是在跟我就是争论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还是在坚持说我没有在骂你啊，我好好的跟你说。我他的是想法觉有得点啦，我是觉得这只是一个游戏，不用因为游戏毁了感情。没，所他以们我没有们回的，感情啊。所以我们就是尽量减少打游戏啊。不是啦，这就是游戏嘛，啊，怎样？就是，就啊，就这样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其实昨天那个真的没办法跳到石头啊。是不是？这不重点是，我觉得这都没有那么没关严重。系，我们昨天已经就是有一个结论。我跟他说，今天不是石不石头的问题，我今天就是不想管是你什跟么。我一起说他是挂，哦，对不吧？是，那小何的问题是什么？就小是何要的问刺上题，石头啊！小何的问题就是说，他希望我变好，他希望我越来越厉害。我说，我昨天已经一整把都听你指挥啊，最后那个我就怕我石头跳不上去啊，而且我确实我想到就他是不是棘手了？他是棘手了嘛，嗯。然后他还可以打死我，他要么就是运气好，要么就是挂。嗯，觉得他不是运气好，我觉得他挂的成分。那我在乎的是什么？你要跟我一起说他是挂，哦，知道了吗，Joey？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们有学，就是要先处理情绪，再处你理真问今题。天在乎的不是什么东西？对对我对们对一起学喵叫，一起叫喵喵喵喵。然后我昨天跟他说，我他妈一整个晚上我都听你指挥，我就最后一个没有听你的，你就那个叭叭叫，哎，我理解，我理解。好啦，就算那个人运气好，真的是被闪到还打死我，嗯，你就跟我说一句可惜就好了嘛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懒，妈的，你我要冲过鬼去你工的压房起间，来我要离开了。哎，不知道听周骂声，你起干你啊，火气就已经很大了。鬼工压起来。那你跟你拱起来讲。老鸡巴一粒啊！加起来，自己选。啊？自己听下去。没我啊，就完蛋。吞你啊，吞你啊！都一样，两个都一样啦。我不来啦！嗯哼，干嘛呀？我不爱吞啦！快起干，呸！你楼上谁？你这边有人吗？怎么跑啊，BB？没有吧？我这里有一颗，我也没有。那里有一颗，有一颗头啊，哦，我知道头，头啊。哎，为什么我听到我后面有脚步声啊？我吧，靠呗，不是呢，不是哦。
干，这个 bug 又来了。我刚是听到后面有声音，有没有可能就真的是有声音呢、啊？嗯，应该是不是啊？兔子拜拜。傻小啦！别走了吧！妈的，都扫头哎、欸！干你！你有补吗？你有补吗？有啊，那、啊、你也打两枪我的甲嘛？但我觉得你不是挂啊。来补。有有有，谢谢。这从哪里打的？就是大概那个方向。但我真没头。我右边好近。这里在打架。那边有人。什么拢看袂着？啊，水！看不到，没看到人，看不到，又走不了。我靠，这是什么歌啊？听都没听过。我喂，干，没礼貌，老弟。哎，旁边二楼还有。啊。什么意思？都在那边啊？嗯。我这边都没人，是不是？你那边我不知道，不确定。都没有枪，没有肉。能听到脚步啊？屁啦，我根本就没动。打到了一楼的。路上有一只蛇。二楼打。要吗？上去救了，我给你爆个闪。有雷。我丢的，我丢的。打一下，我打一下。为什么都在后面打架？二楼小姐来了。好。我想要不要？打一只。我嘿嘿嘿嘞。哇，补位补位。操，江西你是人。别上，有烟。一直补烟吗？嗯，没错。有火。我丢火头。妹妹，我等一下侧面打伞，你打。好了，叫我。可以推了吗？不行，不行，太有劲。推。哎哎，好，别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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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全死。什么意思？这些人。我听大哥脚步跳下来了，然后我转回来就来不及了。不是他故意，我就是听到他跳下来的时候才走。哎，我还是吃棒棒糖好了。吹个头发。不知道，怂的。还好是吹个头发，不是吹个。吹个什么？吹个喇叭。哎、啊，就一个尸体。哎，晶片给我啊。我捡的。啊，跳跳哪一棒啊？什么东西啊？半圈，因为他有那个原点复活啊，他有那个，我有大哥大，你有，要不要？啊，这附近没有吗？这附近有啊，教堂不是有一个？我随便你，
走地下场，然后开密室，走，跟我走。那棒棒糖好吃吗？我觉得不错、欸。两个全家都会吃，没有我。还不错，以后看到可以买。昨天那个人的 ID 看起来就是挂，你知道吗？我还在想这件事情。昨天那个人的 ID 叫做 98K M24， 然后 M416， 那看起来就是挂逼。我也这么觉得。两个烟，五个烟。不是说看密室，密室在哪？哦，有一根针。针。你怎么饿啦？你怎么饿啦？可以留给我吗？小猴，我们不好了吗？我们什么时候好过了？啊，你哪妈的放我走？对，是不是？哎，这还有一个，这还有一个。有一个大哥大。你呢？你呢？你呢？什么？等一下就换我走，我跟你说。是密室？不是啦，这我没有来过呀，这也好好玩哦。我这个走是绝对不会再回来的哦，不会再回来了，你明天不会看到我了。真的走了。萨米马西，你知道什么是切八段吗？走。你们跑回去了，跑回去了。披萨。你不要被炸哦，拜拜。不会吧？自信点。挡住被炸的时候，这边消失。把布拿掉。喂！已经没有降生 baby， 他们也开密室了，快点！难道你这样讲，我就可以跑快点吗？那他们只要出来，那我们就直接扫，好不好？不要进去，灌雷下去啊！没有雷，然后我们就死了。死不了吧？队友会来救我们吧？哦，手无寸铁啊！怎么啦？他来了，他要补我。领导和他要补我了。有大哥大。刚说什么来着？完了。对，没错。你是有点夸张。
啊？咋搞啊？妈的，一个打打一个补哎、欸，再不让举报那个打打打的举报。可以啊，两个都蛮可以举报。我睡了。王小、啊。连小河都打、啊，没错。小河带我去死啊！我以为小河活下来。干我的针！没了。烧什么烧？是故意的哈！我是故意的，我现在在烧，叫你烧什么烧？还不赶快去救他们！哦，你觉得我的针还在吗？等一下还会有啦，我帮你找就好啦。我们两个尸体好像是这样子，没问题。收到。没错。没。操！没有吗？最后也没有，没有啊，我有脚踏车。固刷也没有吗？固刷不知道哎、欸。有啊，有有、欸。怎么洗都一样。这尸体在哪？我的尸体好像在尸标。右前方，我的在右前方。你的尸体在尸标这么远？直走。这么远吗？不是吧？就有点把小。你自己标的。这个破位。有发信器吗？没有，没有发信息。姐妹。还在姐妹，你直接往前走。哦。右边，右手，靠马路那边。右边。好了。这坡下吧。好了。哇，那也要死！鸡呗！有，我有发信器。这边有，这边有。发信器。哦，他的晶片。啊！你们太奸诈了！你妈的 ！Sorry。我就问，这么重的东西，你为什么要捡呢？我就问，拎走嘛？这不见了。Baby， 我们要去哪？打包啊，妹子！打什么？哦，个舔，个小舔。走了吧，进圈了吧？第四圈了，第五就很痛了。这算了吧。
个止痛药12瓶饮料。好。哈哈。哦。可是我都死啊！走一走一走一走，换位置，换位置，换位置！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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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去下标啊！来这边。这边不要来这边，不要来这边，这边有人，这一块有人，这一块有人。正前方有人。我操！十秒，完。十秒，撑十秒，撑十秒，撑十秒。他们回来，看起来也是回来个寂寞，没地方可以去。是的，有人捡骨头。靠呗，那边有人。我现在有人捡骨头，其实。江武德，超级神。我是不知道我们现在干嘛了。有东西吗？没有。你的小兔子跟分给你一把枪吧。有，我两把枪都有。我好富有。他妈，我一把都没有。我觉得我可以给你。你头有假。你有狙的吗？啊？啥？狙有 MK12啊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靠这两把哈。好，直接那个，我跟你讲，嗨，啊，我只有32发子，那你超穷。这里有人，打他就有枪。这有人裸跑。对。哎，前面有一个，前面有一个。去点，快点！你去点啊！啊，爸就有枪了！我帮你盯着车子的。不用不用，你就去点。哎、欸，靠背有人卡住，没关系。靠背上拿 AK。三头三甲，抱歉哦。有刀具，老点来一点刀具。好，点工还要补的。你要什么？兔子要什么？我就红点而已，我就红点而已。来，给你。我有多三倍，要不要？好，来。好。UMP 四五就是要拿三倍啊。慢点，慢点。黑皮来给你补。给你手榴弹，再给你个 C4， 再给你一个饮料。方区刚是有人的。哇！
我，谢谢了。没了。好。还是没有红点。先别急。哎、欸，人。哪里？前面。两个。他看到我了。我操！嗯。还有一只草衣的，还有个草衣。后面这里。哎，假中计。好，看到前面就剩了一个。啊，可惜，两组卡在这。为什么都打我们啊？我们这么穷，很好，咕噜不回来，不会啊，你又打到人、欸。我的，我第三个我买了，就是你，我换厘米度了哈，好，可以，嗯，睡觉，我好像快要不行。今天去哪里浪了？我昨天只睡两个小时。为什么？我今天互谈了。我就问你为什么只睡两小时？因为我睡前喝了一大杯乌龙茶，然后我今天早上六点半起床，我四点才睡着。这么早啊？为什么要这么早起来？比较早的课哦。嗯。明天也是，今天几点起床？六点，起来好累啊！高尔夫球可以打多远呢、啊？要喝乌龙茶。高尔夫球可以打多远？嗯，300公尺。就是你全力挥可以挥300公尺。差不多。嗯、很远哦。啊，不是，打出去你怎么知道球在哪里？看到啊，可以看得到、啊。瞎了。300公尺那很远呢、欸欸。哦。真的看不到哎、欸。我那天打球打，对啊，我一直问小何说，我球到底打到哪去？我怎么看不到？看得到，我真的看不到。啊，我是有一个山丘那一种，这球不错哦，打很远，我后面还看得到、哦。哪里、啊？跑到山丘后面还看得到。我想说，干你攻杀小丘里德啊！对啊，我真的看不到。对啊，可以看得到，你会看得到球，你的球飞去哪一片？他如果飞过一个山坡之后，他掉到水里，那、啊、你怎么知道他去哪里？你看是不是就不知道了？他们哪有？通常球场是会有一个界限的。对啊。你过了那个界限就出界了，出界你就要重新再打。哦。没有那个，那你就是歪到哪里、然后无限走。那你那一天不是出界打到树吗？那、啊、你不是还要从树那边打出来？出界打到树，我那天打到很多地方哎、欸。那天不是说你出界打到树，就是打到树下，然后多打了两杆还三杆才打回来。哦，我打到树林里啊，他妈的！啊，对啊，为什么不重打？哦，重打是不是要加球？重打也是会加杆，就是直接把你加多少杆？对。啊，你宁愿打回来？啊，我想拼啊。有想法哎、欸！啊，有超过吗？啊，就打不出来了。啊，我想拼啊，啊，拼失败了。有想法，有想法，这个好。是我也会拼啊。拼的啦，你是不拼？好小啊，打不进去是怎样？我、啊、想说，我就拼不出来，你为什么要骂我？你好像是奇怪的窗户爬不进。你知道为什么我拼不出来吗？因为你后来就没有去看我打了。你如果有看我，少来！我听到这件事的时候，是我还没到的时候，是吗？不是的，是。别说话，姐妹。好，抱歉。别动。地人跑那么快。哦。这边有人哦。
蓝标有人哦。标点接中二楼。好。二楼，我不要了。我被二楼两只哦。他就可以这样嘟噜嘟噜嘟噜把我打死。对一下嘛，都不对。嗯，谁找我？在动吧。下面先。哇靠！丢到掩体照明弹杀小。来喽！快跑！哎呦！哎呦！有，我等下拿给你。右边有人要吗？有了。对，剩你。开始来，烟里面。沟里哦。
玻璃两个，三个。It's。他妈的，这个人。没有人，竟然没有人。这边跳了一大堆指标。姐妹，去对面。看、我就比较低哈、你不去对面。好了，拜拜。操，我只收一间而已啊。哎，你过去了。我已经。废话，你都这么嫌弃我了，我还留在这？我没有嫌弃你哈。少来，好滚！是三小，这是你想要的对吧？这就是你心里的话，这是你想要的对吧？已经乖了，贱对，好惨。嗯，怎么样？不在乎？你觉得在乎吗？我都不 care。I don't fucking care。我觉得我今天不适合打七六二。枪，枪抖的一批哦。但是我今天要打 M 二四九了。好，这决定是你的二四九。加上。你那边收完了？收完了、啊。你屁的！感觉没有认真在收东西。废话。他每次都没有很认真在收，然后就掉了一堆东西，从他屁股都可以捡好多东西。怎么都支付起来？你那边收完了？
死完了。滚开啦！我没有屁股，也没有扩容。什么屁股？扩容这边很多，我这里很多。我现在才一把枪，你跟我说要去打枪啊？傻小啦！我连背心都没找到。三倍。我有聚焦，对，要吗？不用。好啊。那我把补偿跟三包就在一起。没事。聚焦有人要吗？黄标。要不用？那我就。爱我却不能够给你我全部不能给的。还是没有，还是没有背景。我需要 N 后屁股。啊。还是没有背景呀。原本你是说少林寺人在打架是不是？这有四倍。好。等一下要过桥了吧？忍耐一下。我受不了。重型枪托可以吗？他们那边可以，都可以。他们那边有枪声，我不行，我要去了。那边在放烟火。是我不拦你，是拦不住你哈。我再这样收下去，我就要睡着了。你也这样知道？你重跟轻，你想要哪一个？都可以，对我来说不要多，来个重的。没有那个刀的。You choose one, you got it. You know what I mean? 你还是说中文吧。啊，你个四倍。我讲简姐，你假嘢啦。哦。啊，我两个都不喜欢嘞，我可以两个都丢掉吗？可以。没关系啊。哦，我们牙长出现了。亚长要去上线领个东西吗？可能哦。他刚跟我说，他今天都在，每天都在整理家里的过期品。嗯。为什么你要在那边？主人呢？少林寺的人打架。少林功夫好诶，真的好啊！四铁头功，啊，怎么没有轮？啊，轮呢？啊。老爸，老爸，我们去哪里呀？宝贝，宝贝，我是你的大树。有没有可能就是往那边去？
有烟。哪里？我前面有人。嗯。还有还有。烟在后面。两个。找一个。蓝标后。蓝标石头有。死完了，抱歉的兄弟，皮卡丘，玲玲，四倍，那个呀，屁股，有那个了，捡到了，哦。谢谢你，么么哒。要我，要我，不要，拜托不要。好多人哦。纹身而来。你看现在来了。嗯。我一条包，我一条包。好，别太多人啊！你还没，你还没用哦。还有一根还没用。哇操！这单场要两根哦。没有啊，就是用两根就行。我刚本来要打，结果扔到厕所里面，扔到厕所里面。对，全部都到厕所里面。还有火吗？哦，干，怎么他这边还有人啊？我在最后一分一秒把他队友补掉，所以神奇对不对？他好神奇哦！想不过哦。
转走了吗？错了吗？没有回来。他在一楼还是二楼？他跳二楼。他跳二楼，二楼是一楼。啊，你也还没枪。哦，好卡！我操！什么卡？阳台外面。你下午捡看有没有大把枪。啊！好了。妈，他在这边直接有一把枪，我就没有。完全没声音了，为什么？什么声音？那什么声音？喂，完全没声音，我完全没声音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嗯。那小。耳机没电了吧？把你晶片捡走。哦，走走走走走。这边有一个八倍，不，六倍。喂。Hello。有，刚刚有人来了，突然没声音，我操！那、啊、你怎么没？他怎么没东西？登机吧。哦，游戏也没声音嘞。又有人来了。不是啊。下面。没子弹，我就完全听不到声音。啊！路子右边。哪里？右边的脚步。右边后面。看到了吗？栏杆，哇塞！他死掉了。哇！啊？在这个后面。对。我靠，完全听不到，完全静音的游戏，好玩嘞。我不要给你。你挡着我跑回去。还有一个 M 四，他刚刚在黄标，来了，等一下，我到上面去，看为什么完全听不到啊？傻小游戏，现在还是，对啊，现在还是啊。Nice，四个助攻我赞赞。那要复活一下，复活一下。妈的，怎么又有人呐、啊？哦，还有人哦。你们会 cover 我复活吗？会啊，但是我不知道要站哪里啊。哪里有人？兔兔，我这边可以救。好的。你是被哪里打？看看人在这边。有救！救你个头！不是，你怎么会跑外面？他人在哪？因为我从后面来的。我准备墙外。对。还听得到声音吗？听不到、在我脑袋上来了。听不到，好安静哦。右边机，完全不怕。
这边。在我脑袋上、啊。为什么啦？我脑袋上一个，左边两一个。让我重开一下游戏，我先退一下。跟不下那个枪，那个枪，我说实话，那个枪真的很烂。我不管，这队是挂，这队等级都太低了。我们重开一下游戏。455的伤害。我看他连进入这个都没有声音呢，这么小了。看游戏开不起来，等一下等一下，你们先玩，你们先玩。慢慢来，要不要直接重开机？对对对对，我去重开机一下。